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陈君。各位妈妈，你们骗过你们家的小朋友，跟他说吃了菠菜就会像不怕一样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肌肉就长出来了呢？妈妈告诉你，你是骗人的，那不是对的哦。因为我们的菠菜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叶酸，还有那些所谓的胡萝卜素。而膳食纤维、叶酸跟胡萝卜素对长肌肉是没有帮助的。所以你会去发现啊，那我干嘛吃菠菜呢？可是菠菜啊，它有别的好处在哦。主要呢，我们的膳食纤维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大肠那个排便的顺畅，而且呢，里面的叶酸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比较不会贫血，让小朋友呢的血液可以比较充足一点点。而且最重要的是胡萝卜素，它可以帮助小朋友的眼睛变得更明亮，这样不会长时间看书而变得眼睛很干燥、很不舒服，而且也可以预防我们上呼吸道感染哦。所以菠菜可以。